takedown defense. Did you say that? Oh, what problem? Oh. 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中国武术，尤其是少林功夫，在我的眼里都是小孩打架。这样吧，下一周我要去少林寺踢馆，我会打飞一个少林弟子，证明我的实力。